后面有岩浆，不要丢到我身上来啦！对了，就团团觉得那个嘛，团团觉得说你们会需要啊，我就学他。哎，死了，这是 bug 吗？你说什么 bug？ 你说身上多一堆装备吗？那是你丢的、哦，那是 bug， 对对 bug， 那是 bug， 是吗？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个 bug 要修啊，哎、欸，怎么会问你要身上一堆装备？这个比快马才会有 bug 这样，哎，谁穿中间鞋子了啦？谁的啦？我的鞋子，我的鞋子啊，我不好的鞋子还我！哇，感觉超像没有。我有了有了，帽子都给你都给你，反正我不要。我挂掉，东西都给你。哎、欸，有摔死了啦！有摔死了，保护鸡鸡的摔死了。那回家了，回家了。有上面有人，上面现在有人。太多了啦！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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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属性动了。一百块十八。我知道这弓，这个弓一定是巧克力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看你需要啊，耐九三的弓就只有耐九三，好烂、啊，好废啊！怎么废？好废啊！少只有触摸明显而已。哎，我、欸、可以去附个魔啊，还是你要在这边做附魔台也可以。旁边有，旁边有。贵吗？嗯，是你弄出棍弄起来。注意好啦，顶楼下来、欸、有往上，有往上。有人往上，有人往上，把它射下来，射下来了，射下来了。我现在，我跟小雨跟那个柱子都在那边晃。对、哦，我看到我们的鸡，我看到我们的鸡了。嗯，在上面逛街。这个结界，这好像背我，还真蛮像的，围成这样。这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墙壁上是不是要随时带一些西瓜，以防有那个？我要等转职。哎、啊，对，尽量吃，对。我买，我买。哇，吃饱点啊！好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我搞附魔干嘛？我是要送死的哎、欸。那你放在红色箱子。好。啊！我要转地板。耶、啊！要一直跑是不是？随机一路脚底附魔关。我刚刚被咬了、欸，被咬了一下、欸，我也被咬了一下。好、哦、真的、哦，我们这附近是加速领域，是不是？好棒啊！好用。回血领域。要一直跑，跑很多。我不知道，刚刚被咬到，一分钟而已啊。他就是随机挑一个人，然后地下、那個。可以追踪他，还有33秒啊！好痛，我听到声音。我听到声音被咬，在挖东西啊！我听到声音，哎、欸，我看到你被咬了，本地被咬了，吓死你！被咬到、啊，我在原地绕圈。哎、欸，可以转职是不是？可以转职了，可以转职，可以转了，可以转。现在我已经转了，我已经转了。可以可以，一分钟可以完成，要不然没办法转。哎、欸，任务要完成了。哎、欸，可是我转 了，我转了，我是圣骑士嘞。一分钟可以完成，我变圣骑了。啊，一分钟内完成了，那你们先试试看吧，你们先试试看。有人。啊，末世召唤圣灵骑士，没有关系，我转成功了。哎呦，有转成功的话，欸、他会跳。有转成功会跳，说你现在变什么？哦，好像没有。按什么转？有啊，我身上有开书啊，有技能書啊。不小心 Q 出去怎么办？啊、哦！再等20分钟，那就没了。哎、欸，家里有人，所以书不见就算是转职完成了吗？对。不对啊，我丢出去不见了，不算没有完成啊。我也蹲下可以什么什么漂浮，蹲下可以蹲下可以漂浮。哇、哦哦，好好玩啊、哦！持续性的游乐，持续性的游乐。嘿嘿嘿，可以往上挖了。哎、欸，家里，巧克力，我要飞上去。啊！啊，那是我们啊！哇、哦，上两个嘞！我这个上上下下自己摔，好痛啊！喂，我被打下来，但是我会飞。有一个会送的人。注意他，你又会烧了，他快死！我在往上飞，哇，也飞太高了吧？他飞，还要飞，还要飞，白痴哦！上上下下，你们都在楼上飞啊？对啊，快死，快死，快死！让我玩你，剩一滴，是啊，天空是不是有个什么东西啊？对，天空有，天空中有两个东西在上面啊。刚刚那两个，天空有那个，刚刚是没打掉。哎，不，它里面有绿宝石哎，还在飞。我飞过去，啊！我们是摔死了，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太恐怖
还好我有轻盈式啊，我来死，我的金苹果，来死的，笑死，还好我有金银饰啊，我不怕啊。金苹果，来人母，来错的，全都没有。阿基可以吗？可以啊。白痴哎！我们家是这里哦，这里是上升西瓜了。嗯、我点到东西啊！哎、欸，他们在门口附魔哎、欸！对啊，在门口掉，把他打掉，全部打掉。好好。重新买狗。哎呦，炸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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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老婆。等一下，我只知道我现在很尴尬。耶！哎，这他们的附魔怎么敲掉啊？哎，这种书柜可以敲。敲不掉。书柜可以敲吧？书可以敲。可以敲。敲不掉。附魔，你敲掉它，等下就附魔。破领域搞啊？没有吧？破领域那不是只有领域？而且我把他书柜都拆的差不多了。附魔不就是领域吗？可是那个不是敲一敲就回来？刚他们只有来拆。本机可以吗？附魔的可以拆吗？不能拆啊！不能拆啊！哦，可以把门拆掉了。可以啊、那可以封他们，对不对？欸、后面，可爱。嗨，够了，来。金苹果。是啦，哎，快，没事啊。怎么在烧啊？他是不是在举盾？烧、啊！看他举盾。小雨在烧，然后本机把那个火打掉，你们是不是队友啊？一个队友在烧、啊啊啊，一个队友在打掉。上去逛逛。来，我们来找鸡。他们的鸡在哪里啊？对啊，找他们的鸡玩。可以看发光，或是直接看坐标。弟弟喽。对，弟弟。好、啊啊，你拿那个种子。啊、弟弟，我走出来了。第十个位置。好远哦。我、哦、中间有钱啊。哎、欸，赚钱哦。怎么了？叠石头就赢了。哦，痛死滴血，感觉是不是要用一下？堆最多的石头。好，那我叠了，我再叠了。结束了吗？还没。结束了吧？结束了吗？任务结束啊。切。哎，真的也太快了吧！狂叠猛击。我们没注意到。痛痛痛痛痛痛痛！啊！我要在他们家玩痛痛痛痛痛痛。来来来，云月来。对。喂。啊！要死喽！不是痛，那是有陷阱。进来了，我们进来了。耶！我带了很多人在旁边玩。真的是。哎，后面。哎呦！破坏领域。耶！后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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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繁星后面，繁星后面。哎！快杀人！杀人有力量效果。那个破坏领域会把那领域变成我们的。啊！然后我就把那个附魔台下面的蓝色方块变成红色方块，然后附魔台。就抢附魔台啊！这是属于我的附魔台哦，是你的，你们也可以用啊，蓝队的。他们的鸡鸡在哪里啊？好像都没看到。我就想，不是在楼下吗？底下在讲楼下，不是在底下吗？他们的鸡鸡在哪里？不知道哎。他们鸡鸡在下面，在下面，然后低头。OK OK， 找一下找一下，你太小了，看不太到啊。哎嘿，哇哦，这样讲，没有没事。嘿嘿，哇哦，对面的人想要那个档案做存证，我都可以。有很多那个不同的，有小鸡跟大鸡啊。啊，好好的。哦。小苏皮，这么敏感，什么敏感啊？在讲什么？没有，哪里敏感？哦，召唤了伴侣，快点！好，交给你了。伴侣，挖矿怎么觉得还好？在哪里？太空降，中间空降。绿色，小心！让那鸡鸡到我家。来叠路迎接他，不是直接叫到旁边就好了吗？对啊，也是可以啊。看看，至少要到我们领域啊，领域才可以开。他在干谁？他其实要我们家用魔台。你是不是有点太嚣张了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什么都没有看到。附近有人了。再进来。哎呦！我鸡鸡来了，快点！这个很像在古代。我鸡在跑啊！这是鸡鸡不让过来。等一下，又跑。鸡坐下。哎，怎么在那里？跑回去了，他跑回去。有我们鸡鸡不会动，我们鸡鸡不会动了。他过去了，哎 ，It's OK。我们要不要去找他们的远征队啊？我们组个远征队好了。哦，那个鸡鸡吗？好。这个鸡鸡完全会砍他。白痴，笨鸡。好痛。
扛着不动机。你看，他跟我一下就走了。被打到了。要拿东西。快点啊！快了，牛排。你不要再打他了。而且有数哎。我看到了，在底下。嗯，他们家的底下。哎呦，他在看我，他在跟我了。应该是。Okay.巧克力你，我们来保护你就好。啊，那中间有点嗨。中间是战场哦，小心。啊。哦、有他不，他不爱我了，他看到李宁。我没有拿东西。有啊，你有拿，中子啊。我们的鸡，我们的鸡有是打鸡的鸡。没水准。走开。快把他带回去。我们鸡在求爱，他还打。好，二零二零求爱，求爱！啊，我追他到底啊！东西，哎呦，装，嗯，他比较喜欢二零，好嘞，干掉了你！有，我们基金部队有一个蓝队，揍他，退过去，哎，底下，哇，那个好玩啊！不会动，我从他们家打他，哎，成功了。成功了、啊，把鸡鸡传走。我们现在在追那个人吗？那个人也太可怜了吧。追他，谁让他要附魔破坏我们鸡鸡的幸福？破坏鸡鸡的幸福。他跑掉了，追到地标吧。哎，对方的鸡在这里了，上来了，他上来了，揍他，扁他，要杀他，谁帮我？谁？哎，那鸡鸡在哪里啊？他一楼了。卡斯路法，你看蓝队、红队都在打的位置就是他。超多人。超多人。哎，我觉得你们在打自己人呢、欸。等一下啦。哎，他被传走了。没有，中间，瞧，跑到中间去了。哎，我们鸡鸡受到伤害。有人跳我们鸡鸡旁边，看到鸡了。有人在偷打，看到他了。偷打，先追。我要这边盖路比较好打啦，等一下，等我一下。鸡嘞，谁要打？不要跑走。没有，旁边有一个在打的蓝。鸡好烦。中间。对，我们要把鸡困住。等一下，我刚刚正在困啊。把鸡困住。哎，回复中子。哎，回复啊。对，先干啊！他们有人要来乱哦。我们要打一个跑啊！没事，我们进没事，这个没装备了，干掉他！哎，有装备，走开！最小鸡！我说这装备只在……等一下啦，在盖卢米，你打什么啦？卢米呀！好了，卢米，你被打死算了。卢米，你被打死算了，好气！好坏！哎，气爆！盖两格，然后这样好，这是我们玩冒险地图最常做的事情。好，可以打他了。小鸡呢？我们小鸡去哪了呀？哇，二零！哦，小鸡下水了。被霸凌。哎，你走，就是你，就是你。是我的问题。巧克力蛙旁边啦。那里好混乱哦。哎呀呀！哎呦，痛！来，我们这样冲他打，上面挖开两格高，挖开，脑鬼出来吧，脑鬼，打不太到、欸，对，我也脑鬼，不出来玩一下，打不到、哦，上去打，从水底下，哦，下去其实、可以打，可以打，从水底打，可以放火烧吗？不会，哎呦，摸鸡鸡。摸他，摸他哪里？偷摸他鸡，摸对方鸡鸡，偷摸他鸡，你摸，哇，可以，力量领域，这样就可以打更痛了。所以他们有那个领域没有？嗯，攻击，攻击速度有攻击速度。这画面真的似曾相识。不要摸他，摸他，控快！好霸凌现场，我的天！各自领域过境，哇，你们只能靠自己了。哦，这里有一个附魔领域啊，白痴哦！打！可以啊，是不是要结束了？等一下，我们不是还有20分钟？
可以再一场，可以再一场，扣太快了吧？下一场，下一场了，可以啊。说明在扣太快。嘿嘿嘿，声音滴血，嘿嘿。声音滴血，速度领域。神器降临，神器最是。哎，要不等一下？神器什么？要等吗？神器耶，好，没看过哎。好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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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神器啊，看个神器啊。好，看神器在哪里？有神器，是有神器，有个炸弹。别人丢了。哪里有神器？原本霸凌一分钟后不是你出来，还有四十秒，还有四十秒。哎，我们还是要有人在鸡旁边啊，不然他们可以传送。那我站在他旁边。好，对对对。卡位，卡位，卡位，蓝色卡位，神器在天上。先上，他放脑鬼哦！哇，是因为那个平台吗？没有没有，神器好在地底，在地底啊！你们不用上去，平台上面有白白的，真的是平台，平台平台平台上面没平台，平台平台平台上去了，平台没有，有人在接了，去刺杀！然后哇，好高啊！太多种子，怎么那么高啊？哎呀，脑鬼好！哎，有爆炸，有爆炸！我上来什么东西没有啊？有啊，白白的啊！哎，掉下来了，谁？拿什么？拿什么？水拿到了！哇，爆炸！火焰是爆炸！碎神器，神器是被炸掉了。刚上来之前刚好被爆炸。有，好像没看到哎。还差点有捡到，对。那就打掉吗？打掉。那神器钻石胸甲。对啊，拿到的都是一般的东西，刚刚捡到。那就打吧。哎！哇，二零赚一万五啊！二零你很会赚呢，一万七在干嘛？你特别的赚钱的，对啊，大赚特赚，真的是大赚特赚啊！最佳矿工，圣兽杀手，哇！看哪里啊？我那个剑太强了，对，风力五，风力五的剑太强了。送头大王，对啊，花钱大亨，有人领走我们存。